来，今天要来吃一碗那个啥，那种味丹的极品红烧牛肉面。我来看看它的成分哦，这个白龙雪的泡面哦，简易快速开箱，嚯、哦，钠含量，这钠含量真够低呢。哦，保存方法安呢，好，哦，独特什么汤头怎样，怎么烧的，好，直接打开。白龙雪吃泡面像吃一种出塞啊，哦，台湾的泡面算领先全球啊。这个，哦，调理包一包，然后那个啥，用完这个粉，就我看这个那肉哪真少呢，好泡了，油甩一甩，打开挤进来，啊，这是有的人看伊口味落去调配啦，我是拢全部拢落啦，哦，我现在看到看到真香呢。然后它有一个线从这边，啊，这种调理包赶快直接用那个热水进去泡哦，倒下来，哇、哦，那叫窝啦，那本书都捞出来嘞，有生囡仔都捞出来哦，好，有生囡仔捞出来，煞捞出来，哦，切切的，一，哦，二，三，四。五、六，水线，好，盖起来，三分钟，来哦，老品牌的牛肉面，哎呦，哦，这老品牌有影赞哦，但是我感觉这个现在物价上涨哦，这个肉都偏少，嗯，这有一种小时候爸爸买的牛肉面那种感觉呢。以前年轻哦，小时候我爸都买一种牛肉面，唔再是味王味丹，伊全部拢黄黄，你知道？我感觉袂歹食。我较早三十几年前买迄一碗，敢那三四十块啊。啊，现在你看物价涨起来，市场也还好啦。一碗即马五碗面泡面到四五十，到五十还 OK 啦。来吃看看，这个有老品牌的味道。嗯，好吃诶！凡是这是阮爸较早细汉，买我食迄种，毋知味丸、味丹，伊着规碗内底黄黄黏在，这个大概，这个味道大概快要35年了，只是说它换包装。中式老品牌泡面好吃，肉是有点小诶。对，就是这個，这碗叫做那啥，小时候爸爸买的牛肉面，就是这个，我买一盆，真正。哦，就是这個啦，啊，这伊无代无志，一直换味啦，换迄落换，它那个啦，包装啊，喝那个汤啊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对啦，哦，我阿爸较早拢做介买这個，啊，较早是哦，较早细细汉时阵毛够大滴啊，哦，就是这个味道，这出叫做找到小时候爸爸买给我吃的那个高级牛肉泡面，就是这个感觉，不甲你唬人哦，哼，完全没变，赞。